这台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家那种桌上足球机啊，分家金卖终胜，淡薄尴尬，不破产的感觉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我们的淘金热。在上一次呢，我没有装到这个垫子，我一直以为只是装这个铁网。那观众说要装这个大垫子，我已经装了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是累积的67,8,67,8，其实我已经换过一轮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黄金大概有900多克，但是金钱呢还是在负10,000。不过这一次呢，应该可以直接用完了。那有观众跟我说，这个垫子哦，我不用再用传统的这种方法这样洗了，有一台叫做掘金者的，去买它，它就可以直接帮你洗垫子。原来如此啊！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，而且现在又没有水，所以我现在只有用水管，然后接抽水机这样子。因为现在也都不能做什么嘛，现在没有水，我就没办法继续用。所以我现在呢，就只要先把这些垫子呢都洗一洗，然后黄金用一用，希望我们就可以度过3级的这个部分了。说实在的，3级并不会不好赚呢，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他也没有做到这么后续，然后买到那台掘金者才会觉得说难赚。不然即使我这样子，哇哦！好像后来挖还蛮快的，边用边去挖，大概3趟4趟左右，它可能就会满了。而且满了之后，你可以洗6次的部分，所以基本上哦，应该是黄金也不会太少。大家会觉得说2级的步骤没那么多，3级的步骤却乐乐等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要拔这些东西啦，你必须先把这个拔起来，就很搞刚就是，然后这种大片的再给它弄进去这样。那有很多观众说他们都慢慢做来到了2级，说我升的太快了，但是没办法嘛，我如果一直拍2级，大家看不下去嘛，所以我总是要有继续往前进的部分嘛，齁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目标呢，就看可不可以买到掘金者，然后让3级呢没有什么负担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去买那台什么探测器了，就可以知道哪个黄金那边比较多，挖起来会比较有价值啊。真的很琐碎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拍的这些模拟器哦，就这款游戏要玩最久了。好，各位 ，OK， 又一桶了。就基本上67%，光这样子下面我们就5桶，然后还有下面的这个也都是67%的，但是这个就没那么多啦。那我不晓得这样子我们67%总共用起来会有几克，所以其实我蛮想要测测看。我听说人家说有1000克以上，如果1000克其实就有10,000，那还蛮快的。然后目前铁矿只有2%，我真的觉得从这边洗下来的铁矿比较少一些些。基本上这样子砍，然后再整个进去，然后再加上这些整个采集的部分，真的挖起来算是蛮多，所以没有放那个垫子真的是哦，所以大家误会他了，大家误会他了，我也误会他了，我一直以为很烂，但是没有，其实他真的挖起来，如果你用对方法的话，真的会事半功倍的，很快。接下来我们就 shake 了，然后就知道多少黄金，然后我们就先去把我们的负债还完，看足不足够买那台掘金者。其实我觉得如果连这种震荡这个也可以不用我们自己用，那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最后一桶倒完，那目前呢已经来到1600克了，太棒了，我终于不用担心没有钱了。1600克起码有60,000块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们要先把它洗成正的，好不好？那磁铁矿我们就带在车上啦，因为我那台车直接放在那边倒了。总共呢洗了800多克，算不错哎，吼，67%800多。所以基本上1000克是没问题的。上次大概是23%吧，没有加装那个垫子，直接这样子洗，哇，只有80几克哎，所以你看有装没装是不是差很多哦？直接倒下去，然后直接换就可以了。咚，14048了。OK， 各位来了，我们就先把铁矿卖一卖吧。多少？3600也是钱啊。好，先冶炼这样子。OK。各位不担心了，我起码这一趟呢会有个4万多块，4万多块足够买掘金者了，然后回去赶快再来用。出手65哎，不错啊，非常多啊，还有25万。有人说这是高利贷，真的非常的重，但是没办法啊，你没有跟他贷，你真的是你要挖到什么时候？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会被一直被扣。然后有时候机器还会被扣回去，那还好我现在挖的金子比较多，所以机器就没有被送回去，不然如果送回去我又一切白搭了。太好了，各位我们有钱了，非常棒，猎满567，赞啦。现在呢只要水稳定，基本上呢我们就不可能再回到负数了。我最希望的话是可以买到那个有一台很长手臂的 DLC 的那一台，我看国外玩家就这台，这台很长手臂的这一台，
我看国外玩家都用两台三台哦，然后怪手只要在那边砍就好了，所以砍过去他就运输过去，然后直接送进去那个他在搅拌的那个地方里面，你就不用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你只要专心的弄。今天可以不要工作了，有点累了。太好了，哎，直接买了，我们直接先买了，反正现在钱也是够了嘛。来看看哦，就是这一台啦，掘金者，它看起来也是要电跟水的，所以我们先买，这台23,000哦，现在有特价呢，趁特价赶快买好了。哇，这台居然要23,000哦，各位，我以为它只要10,000多呢。快快快，人家特价呢，现在特价中呢，27%呢，出售18,000，17,000，来，那我们来买了，就是你了。就是你了。如果你不想花太多时间清洗你的采集店，那就买一个同时能大量清洗的掘金者，一干二净，无需换桶哦。所以直接把这个丢进去就可以了啦。我们待会马上可以试一下。欸，它有这个欸，一个大的，这个可以分四个，这样应该就够用。这样我不要买水车了。好，就先这样子。Yes！又剩下17,000了，这台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家那种桌上足球机啊，身家金卖终胜，但不要尴尬，不破产的感觉啊！耶，各位我们回来了，有没有水了？有没有水了？可恶啊，还是没有水啊！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装上去试试看。哎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！来看一下吧。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没有什么用。然后哦，好多人哦，这个药哎，大型漏斗是哪一个？这个一天要1,000块，过滤箱我觉得需要，我们先雇用它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我们先试试看是干嘛的。哦，是这个好啊，增加洗矿的效率。这个我们现在是没什么在用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开除它了，不然一天要400多块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现在其实还有90%在里面啊，哦，所以现在有水，那我就直接把电开起来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直接看那台洗起来的感觉会是如何。咚咚咚咚咚。动起来，太棒了！哎，我们下面要开哦，不然下面会没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稍微去卡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来换一下看看。大概挖一次，大概3到5分钟啊，好挖的话啦。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停着哈。好，各位，你看现在这样子有没有？整个上面20几%，下面13%。那刚刚这边呢，因为那个电脑卡有 bug， 所以我重拔用一用才正式启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各位这样应该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试试看这个采集电呢要怎么给它直接放下去，这样子哦。哇，就直接装上去了，好方便哦。真的，它可以小的装8块哎，然后大的就自己装1块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看看它这个是怎么运作的。Open。哇，直接这样 shake 哦，冲刷就对了，好快哦，马上就有了。不过它还是要在这边换来换去啊，但是总比你在那边分一桶，然后你还要去舀水什么的，它直接接着水就直接帮你弄好了，然后直接集结成一桶这样，加烘焙，好，又可以再刷一次了，咻，哇，这个真的超赞，12点了。哇，你看我们机器要租15,000，还款16,000，然后整个付20,000多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继续的挖，绝对是没问题的。我只是今天呢，为了拍这边给大家看哦，所以示范的比较久一点点。不然基本上我们再持续的挖，很快的。好啦，最后这4片冲一冲就 OK 啦。咻，20几%，21%，然后一样，这边就再给它拿去冲，好，盖好，好，完成了，哦，那这一桶我们来试试看，看这样子几%，21%，可以弄到多少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看一下哦，现在0%，看可以达到几克，哎，这个好纯哦，这样就200哦，哇哦！这样子用一用，这边就200哎，其实还不错啦哈。各位说实在的，上一次呢真的用错方法，所以才觉得3级呢是个赔钱货。但是真的你用对了之后，基本上不会错的，好不好？它还是蛮好用的。
绝对会比二级还来得快。OK 啦，各位，那我们的淘金呢，就今天暂时先到这边啦。下一次我们就要努力的去买那一台探测器，来挖挖看到底哪边是值钱的。我们如果赚一赚够钱，我们就可以换下一个地方了。好，喜欢这个系列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它，我们就下次淘金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